说好了吗？抓紧点，我都说完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哎，同学们，哎，同学们，你们整理好了吗？你等会儿，你先进来，等一下，我们快了。好。来坐，你先坐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应该。我哥们儿卢卡斯，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没有介绍的，之前就认识。同学你好，我是孟子义。哦，你好，我是黄旭熙，我今天是过来帮你们搬东西。哦，那正好，我这个可重了，你帮我搬吧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我这有三个呢，你帮我搬吧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给你。哎呀，这样你帮我的，然后我拿祖儿的。不是，那我这还有一个，要不你也搬了吧。好的。这样我帮你拿箱子，他帮我搬东西，怎么样？这有什么区别？我这还有一个箱子。停！你们俩的我来搬，你搬我的。好，两个大的。愉快的决定了，快，我们搬你的，你的太多了吧？这你啊，没事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对对对。来，行，快吧，我们快点，行吧。我自己搬。